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现在爱跋筊，老爸气到无爱替行娇笑，已经衰运连连啊！搁叫外地人阿阮西算个有死劫，现在都将计就计，到康这主这欠钱大个，要来搬一出死人讨钱的戏，互因老爸看，暗算讲要假死来骗钱。但是想袂到讲，假头七个假长工，王家搁真正出人命。老公，我拜托你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把阮阿兄分别调出来。我要当面问伊，到底是安怎要杀死阮阿爸阿母？洪王爷夫人太急性命，急急入面。有啊，对我来。这二十年的落之灾是我命中注定的，我只有度过这劫，才好度替文芳找到八字顺应的姻缘。你赶紧带文芳离开这个庄来，二十年后才阁转来，然后才好进入内底所写去做，自然哦会当找到化解一切的人。我不爱啊，我不爱离开你，我不爱跟你离开啊！哎呦，时间滴要白付啊！不要，别走，进来，进来。该来还是先撇袂过，王天仔，我得要紧把握时间，将你收点的案仔来得。天平，就是这。哎，那是你，我天才嘞！天才，你那翁仔内底，卖受影响。我天爹，老天啊，天爹，这几天你辛苦啊，我先来走。妙公，替阮阿兄分配的这个翁仔，敢免交我保管？我来将翁仔交乎你，也毋过你千万爱记，将这个翁仔放伫神道顶头，望神位来个定啊。安尼，恁阿兄分配。你就别出来作怪啊！我来走，我上。哈，英俊，将军，啊，你是紧就啥？我无代志啦。无代志，咱就离开。谁了？我不知道，就进来。哦，
爸啦！我操爸！燕仔，你辛苦了。来了，欢迎干。来来来，我抱紧，我抱紧。哎呦，我靠，我这大声。这里来没人了，不是我的。强强，你先讲啥啦？因为俊贤甲庆智大个有同款的态度，而且俊贤误会时阵，也一个玲珑啊，讲要甲天顶讲好死，和天顶认定讲俊贤就是庆智大个转世，想要来斩草除根，加在阴险将俊贤甲送去王爷庙假草，才躲过一劫。不过天顶唔死心，还是决定要伫二十岁生日即天来出手。时间过了真紧，目一年哦，二十年已经过了。这讲起来哦，苗公，爱感谢你呢。那不是你，阮俊贤无法度这么平安的。莫安尼讲啦，阿母，我拄只后甲王爷客伯讲少济话呢。那呢，你敢有客伯说多些，伊照顾你大汉？当然有啊。俊贤。咱后世人再搁见面了。俊贤啊，咱若要回去作寿，欢喜归欢喜，千万唔通袂记哩吼，回来王爷庙时时，知影啦吼。这我知啦。好啊，时间无早，我先来等。好。王杰，无恁个代志，拢走。哎，你来呀嘞！别乱摸，别乱摸！啊！哎呦！阿木生，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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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时间得要到安尼，若是误了时辰，错失迄个人，阿爸都无救啊！啊，你二十年都在等呢，敢有差这一下时间哦？哎，文通啊！喂，哎，你们什么？阿伯，我打电话。你是来啥？我是要救你的。你手提迄个插头，那个电动火啊？我真无简单，才把火起起来呢。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惊火啊？根本是因为我拄好过啊，所以目睭昏昏看唔着。救命有你，才只小三百。哎呀，引起来啦！哎呦，我叫你啊搞你手啊！啊是讲你忙唔安尼救命文人，救命文人一直叫，听到做来摇的，叫我问候就好啊。文宏你好，阿妹你好。哎呦，你去受着风寒啊？紧来啊，稍等下，我给你好好打。哦。今晚的少年人哦，有够开放。啊，系啊，时间要变化，可是时间一来，我对你表扬就系啊。哎，不过阿姆，我先走，好。哎，少奶奶，你无想啥款歹款啊？阿伯啊，阿你爱想啥？放心放心。
十年以后，若是有一个人提起内衫裤给我，就是尤文人。真的是青梅街倒着糖，俊贤就是尤文人呢。文芳是要怎靠伊来解救，互人冤枉二十年的老爸呢？是无啊，衫裤换好，天要暗啊啦！你看，歹物仔来啊啦！都有歹物啊，歹物仔都有啊，我哪拢无看？卖出去啦！不，啊！做不？水公牛啊，你跟我阴暗，不要做位看天星，咱也是忝嘛，找一个眠床做位温来个家梯啊。咕咕咕！俊贤，你想怎啊？啊！那样太烧啦！妹的，你用气受打，我还去让伊伤着。那呢，你的美女，你敢满意陪我做伙看天星？啊，你当是安怎？咱拢摕着俊贤，青公伯，你一定要保庇，千万唔通出代志才好。哎，俊贤都伫遐，哎，俊贤啊，叫我。什么意思啊？俊贤自细汉伊个体质就真歹，伊个八字属阴，遐一挂歹命啊，真简单就来个复兴。若要讲到伊个造物，一定爱为伊误会开始讲起。点点，安尼若无跟俊贤做伙佚佗，白家做伙佚佗，感情才会好啊。爸仔囝、母仔囝就是无同，你无听人咧讲，自古以来拢是母仔囝感情较亲，你陪佚佗。来啦，去陪俊贤佚佗啦，去啦。俊贤，阿爸跟你讲，生得伤忝啦，你拢我顾，轻松。身躯顶的气，甲遐歹物仔才接近，所以真简单，就让遐歹物仔来挖。那安尼，你敢有法度破解？是。有啊，让王爷来收伊做客囝，有王爷正气来个保庇，遐妖魔鬼怪绝对袂来搅扰。我看来这办法是上好。就安尼做。我
所以讲起来，俊贤伫庙里嘛已经待15年了。自细汉，俊贤拢唔捌伫暗时参加过活动。我想，伊上大的愿望，应该就是暗时会当出去佚佗啦。那安尼，俊贤，伊毋是小弟哥，伊是去翻庙附近的，是我误会伊啊。是讲，我有一点想袂清楚。啥个文芳甲爸一个，迄歹命会叫爸走去？敢讲文芳的八字嘛真特别。哎呦，啊讲起来吼，就较见笑啦。啊，我都无读过什么书啊，所以哦，就较无咧注意这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是讲即马天嘛暗啊，啊，阮就先过去啦，哈。请。文芳啊。啊！你敢有听到？迄俊贤是王家的少爷嘞，哪会遐尼拄好啊？那安尼就证明讲，阿爸讲的无唔对。迄个王俊贤是我的幼园林，伊嘛是唯一会当救阿爸的人呢。是讲要救你阿爸哦，就要先将迄关王天在迄个翁啊偷摕出来，这毋是简单的代志呢。有啊，阿母。我想一个人，会甲我斗相共。什么人啊？王俊贤。人讲鸟鼠啊，才有目睭金。俊贤敢会斗相共呢？一件顶风二十年的命案，敢真正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？最多谢，多谢你。想袂到咱打实三年，你连救我两遍啦。我阿母哦，知影这件代志以后，爱我常常跟你做伙，跟你做好朋友。那安尼好朋友是毋是应该互相斗相听啊？迄是当然的啊。听你安尼讲，是有啥物代志爱我跟你斗相听啊？我确实是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想要你跟我斗相共。也不过，我惊你会为难的。你莫忘记，我这条命也是你救的，就算讲你爱我，恨你一条命，也嘛拄好尔。真是的哦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讲义气，代志办完了，咱做伙来看天星。看天星哦。你到搞啊？志贤，我在等你。我领你去看卖。俊贤这么单纯，应该袂甲代志拨到壁空啊。我真想看你踮伫厝内。连物件藏伫倒位拢唔知影。讲到这個，问阿公阿妈上准啦，因一工假唔拢踮伫厝内。做底后阿做团家宝，就藏伫个身肚顶。俊贤离去这么久啊，物件唔知有摕着无？俊贤，无啊，俊贤，啊你前几工啊去予歹命啊附身才好尔，我唔是交代你讲在留咧王爷公遐吸收一挂灵气，啊你煞走倒来厝个，啊？无啦，我着。想过思念阿母啊，毋则来等来看卖。敢安尼？
手是要什么物件？无啊。你走啦！你是在惊啥？来啦！这现在就阿妈讲话去啊！我自由啊！我自由啊！这下是阿妈我到老热啦！俊贤意外解除了封印，现在天才在生是有名了不要紧，王家名搁还去用当作恶鬼，还敢有人相信伊是冤枉的？明天在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小琉球杂交新闻。小琉球三年一个阎王是当地重要的宗教圣书，一切遵照古礼，和王爷有官吃官，有富吃富。阎王期间，王爷唔但修理民众过庄，也接受冤魂请愿。所以王爷出巡的时阵，桥边就清在捡五行的冤魂砸落来，就地来办案。我五行的有啥的先来挖里迄内底，王爷知影只伊的金底哦，成功伊就知影只伊这是魔方什么冤魂，有姻缘的伊拢会讲看叫王爷做主。啊，我甲伊定案的时阵哦，嘛是讲你的问题。就唔免着白献祭，哦，啊，伊着爱过做公亲的，像讲啊，无的时阵，落的是迄落三百还是两百赔你，安就好啊。一般来讲，孤魂野鬼是无多接近神明，但是小琉球阎王孤魂会向王爷来寻冤，人鬼杂交寻冤，嘛叫做小琉球阎王特色。凉凉的山风，吹散枕头上的泪。我落一句，我爱你。你有来讲过，无人会当代替你。阮诉落水的伊，女人的情意，拢是为着痴。